か黒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、まあもう本当にバックロー6番、7番、8番の選手、全世界の好的，这边踢了一脚球，最右边的十四号苏永冠太，球传回来。大家知道苏永冠太是前年的筑波大学队。好了，我们再说一把正面。那神户之章的十号呢，是来自新西兰的拜伦加特的。先ほどもビッグゲームがありました。リソシーン出てアディサベア、7番で好、自分の話を順位を伸ばしていきましたが、叩いたてよ、什么情况、アディサベアの一般の德田健太の上个赛季他们是打的是二级联赛，状态还是不错的。哎，这边强行突破，被人把鞋拽掉了，但没有关系，球依然还在。最后球打，哇，好快的速度，但是后面顶了一下，希望没有问题。阿里萨维亚被顶了，没关系，小钢炮。这是有老李喜欢的京都产业大学的同学，高中是长翔启光学，拿到。好像今天是本届第一次进攻位。球传过去，刚刚传球的是山路健太，两个人名字好像，一个德田健太，一个山路健太。哎呀，但推没推着，这是日本本土球员七号，古田林，可以到对方一个犯规的，球拿稳，自己再来，哎，会跟着一起休息。両方ともでき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から、ここからはやはり。前脚并没有，是打到脚上，但是没有问题。拿好球，阿里萨维亚展现自己 back 的风采，又是来了一脚。哎，他们现在这个 rack 里面拉人的动作很有意思，尤其是神户这一边啊。萨维亚没有，并没有站稳，球拿到，好，那脚踢过来，身中两平。这小头发染的好丑。阿里萨维亚展现，哎，过高扑篮。再给特维塔里，速度好快，假动作，伸手超开一个、两个，哎呀，这就是身体素质漂亮。亨特给的很给力，继续。好，拉拉图布亚，这波传的好秀啊，个人能力突破。莱塔利克接球，阿里萨维亚传的漂亮，打阵成功了。萨维亚一笑啊，拿好球，接住传过去，哎，这么行，哎，又一个大阵，我刚看见。然后如今神户之钢今年的大牌外援是好多呀，阿里萨维亚准备接球，球到手，我来的老弟，漂亮，有球，而且获得前调有力。这个健太是从田健太出下，是的，德田健太过来，我阿里萨维亚飞风，ここ靠バントの手より今後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。刚才我看比赛啊，踢了一脚山下乐平，这球并没有拿到。阿里萨维亚高高跃起接球，顺势推开你，老弟，我来。今日2本目のトライ連続トライというアリサベア。代表全黑出战81。不看人传球，速度是有的，传的有点烫手这球啊，我瑟特的没关系，肯定是接住了。生生掏出来的生，正好位置，阿里萨维亚接球，哎呦，没跑太远，护好球，继续是格索给回来，我们等一下，然后给一手，继续跑得好快啊！阿里萨维亚，万夫不当之勇，本场比赛已经没开耳，哎呦我去，神户之钢上赛季估计不行，这赛季好强，阿里萨维亚叫名山红贵吧，小伙，然后大和宗志。